花花过来，猛哥哥就过来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走，熊猫不撞人的撞，往前走。每天都要。太阳惨吧，太阳惨吧，那你毛茸茸的小熊猫，三十多年的比这里好看十倍二十倍。前面等到你下次时间去迟了就上不了了。我跟你说实在话，我前面是你们的朋友。上面找，月亮彩房，太阳彩房，又窄又白又胖的都在上面。还有一窝一窝的啊，一岁半的五只在下面。后面看不到花花的，看相机看花花的老爸老妈妈都在上面，和花花长得一样。哎，花花在这里，花花出来了吗？不要去排队了嘛，来再看一下这些行了吗？椅子太可爱了，你怎么？一个小时以上。太好笑了。不是见熊猫就是花花，哪里这么多花花？他再看俩眼睛看花了。坐上的游客下来，不要上去，游客不要上去。坐上的熊猫下来，坐上的熊猫下来，熊猫下来，你不要。坐上的游客下来。